晚安，晚安，大家晚安。雷古晚安，沈宇晚安。好想好想你，我也是。晴雨晚安，今天也想卢卡。吐司晚安。主播是日本人吗？怎么了，晴雨？你忘记我们？贾丹晚安，我也想你，晚安。哎，小等一下，塞进去。冰侧写晚安。吐司晚安，卢卡这两天忙吗？有一点，明天比较忙，明天后天就很忙。嗯，周六晚上都没人直播，卢卡要不要考虑？你说今这礼拜六吗？我想一下，其实是可以的。辛苦了，明后天更忙吗？明后天有事情，对。明天后天都有工作或是培训哦，真的哦，4月1号填6000元登记了吗？你说我妈的吗？我后来发现，嗯，对，我想问这个，因为上面写，遗族年金吗？就是因为我爸过世嘛，所以我妈那边现在从劳动部那边就有。一笔钱会每个月一笔钱会我妈就可以拿到，然后听说已经有拿到这个的人就可以不用特别去申请登记，然后就可以直接拿到的样子，那应该会自动入户。对，我想说应这样应该会有，不是退休金，不是，就是因为我爸60前就过世，所以 反正就是，我刚刚以为礼拜六有公演，对，想说我最近就看一下我妈的户头，然后有没有那笔6000块，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反正不是10月以前都可以登记吗？自动入那就自动入账吧，原来你有那个，不过你还是可以去填一下，如果这样应该会自动。那对，希望，因为我妈也不是，我妈也是永久居留证，不算是台，没有台湾身份证，所以我也不确定。嗯，我是没有，只有我妈，我没有。你要不要天天看自己的？我不行啊，但还是可以试试看啊，但我觉得我应该是不行，就是没有那个资格，搞不好能多拿一笔。最快的第一批4月3号，那我再看一下4月3号，嗯，那天有没有？是真的不行，大家都嗯，我自己查，好像我不是，嗯，应该是不，我应该是不行。谢谢彩彩的文手礼，嗯，谢谢相遇的相遇。Sam 晚安，自动的好像要4月6号才入账哦，了解，所以不是自动的人就可以提前拿到的意思吗？还是谢谢 Sam 的会员票，Barry 晚安 ，Echo 晚安，我也想你，北极熊谢谢送我相遇，今天超选卢卡晚餐吃了，晚安，反正4月6号看一下账户，好，没问题。卢卡的直角是不是新？哦，我现在只有用大拇指，你们看得出来吗？这是什么角色？嘿嘿嘿。最近有甜，大家都第一批。好，甜点我今天吃麦当当的，那个麦当当的苹果派跟对麦香芋。圣诞老公公不是啦，仔细看啦，看不出来吗？对，熊抱哥没错，乌云答对。苹果派不是草莓派，草莓派我每天都经过麦当劳就看一下，都不行，已经卖完了。下个月公演我买到了，恭喜！是今天抢票吗？草莓派你那边，我去台北，或是我那边。我家附近我每天都经过，每天都没有，我早上就去看，早上就没有，我今天没买到批，
所以你先买 T 吗？今天抢票，我以为是每天吃。对，今天三十秒就没了，哇！今天中午十秒就没了，为什么每个人都讲不一样？不要边吃鸡排边看你，但还好我同事有帮我抢到 P。今天开多久？两个小时。今天抢票好可怕，怕卖完了。我以为我手速够，没想到真的只能买一张。一定先买 P 的。很棒很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抢到？卢卡这周会加开吗？为什么？你说四月一号吗？四月一号搞不好会，但我怕你们一直跟我说谎。我右手机台，左手手机，我手机按到肾上腺，回来就没了，不到一分钟就完售。我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记今天要抢票。哎呀，辛苦了。毕竟今天才是我今年第一次买机台，有够难抢，因为只有两次。愚人节真的会开吗？我在想，其实是可以啦，但是我看一下礼拜六有没有事情。哎呦，我原本是3月31号开。可以31改成1，或是1号多开，都可以啦。我最近工作太忙了，完全忘记今天要抢票。哦，这个讲了，抢票大家手速都好快，我才不会对你说谎。还是如果四月一号也要开，结果没开，然后说愚人节快乐，没买到公演票，我整个四月都看不到卢卡，哭哭。这个月也可以经常看卢卡，很开心。你不怕那天的留言没有一则的，没有一则是可以信的吗？我怕，就怕当天直播都没什么内容，啊，没什么重点。至少我都可以相信吧，这个月可以来看了，耶、！那天每个人都说爱卢卡怎么办？扎哥，我完全忘记要抢票了，我最爱卢卡了，哈哈，开玩笑。你今天说可以说我爱卢卡，那天说的都是假的。我看一下那时候，如果那天浪有活动的话，我可以开。没有的话，感觉其实不用特别为了那天。今天我也最喜欢卢卡的四月一号，四月可以连续两周可以看见卢卡，很开心。我终于可以说我是甜甜圈了吗？对你的爱不是开玩笑，说反话会走心。今天也最讨厌，是有单日活动，不过感觉没什么东西。如果只是礼物变半价什么的，那可能不会。要看情况呗。也可以今天开少一点，然后今天只开一个小时，然后四月一号多开这样。愚人节变成相反日。那的活动感觉好像就这样。叔叔队长晚安，那看来不会开了。夜兔晚安，还是有谁要冲榜呢？有人要吗？我去拿一下那个棉被。什么冲榜？四月是不是？四月不是一号该冲榜？四三二。
金鱼今天已经省了公演门票。四月一号冲反不太对，冲假的反。然后我第一名跟第十名，我要念的时候，我是从我可以从我我可以第四名，我第十名我可以念第一名。幸运要多加一个零买花鸟，谢谢关关的红鼻子。四月应该还有比较特别的地球日啊，一直倒数然后没人丢。好啦，没事啦，四月一号可以不用。博晨晚安，有买到 P 吗？恭喜恭喜！世界日卡路，哎，路卡日，四月就有路卡生日，对啊，已经公开了哈。这次四月生日会在4月22号，没错，就是我的生日那天。谢谢博晨的护手吻手礼。我只是想多看路卡，明信片拿到了吗？还没，还没。通常都是四月才拿到，你那天晚上也会开直播吗？感觉很累。那天晚上吗？搞不好21号晚上开，但我还没想。我看一下这天有没有工作。我看一下哦。我是啊，这是3月，对不起。4月，哦，对，晚上可以开啦，其实都可以。22号当天也可以。那你们活动企划好了吗？还没。那你签得完吗？我不知道哎，但应该这次跟上次差不多。应该差不多。不知道活动前拿不会不会拿到生日题。开都开，你九晚安。这次就算你们可以穿旧的，也可以穿新的。对，上次你们也没有穿到我们的生日 T 吗？对，你知道数量了吗？不，我不知道明确的数字，但大概知道，就是，这应该可以讲吧？我们就是，我们有达标的话，可以多拿一件生日 T。虽然我没有说，我不会说数字啊，对，反正就是啊，如果达标是10件的话，反正就是卖10件就可以拿到1件，然后卖20件就可以拿到2件这样的概念，对。每个人目标一样吗？就是每个人可以算一样，这不算是达标，反正就是公司。对对对对，我这次3件都要参与，反正就是。可以拿到多少生日 T 就可以大概知道，应该至少有超过多少，然后没有超过多少这样，对。才10件，雷军一个人就让你代表，没有我10件是我乱讲的，反正就是有这样的概念，对。对，那是举例，自己拿一件不是应该的吗？啊，一定可以拿到1件，对。然后不算这件是我是现在穿的是样本，对。然后就是就算没有卖很多，也还是可以拿到1件。是给衣服不是钱钱，对。怎么算钱我就不知道了，对。达标还以为是有奖金，我不知道，应该不知道，反正就是可以拿到 T 恤啦，对，至少会给个1件做纪念。对，会啊，这就跟跟三节奖金跟礼券一样，卢卡可以拿到一堆衣服，所以有些成员可以穿，就是别的成员穿别的成员的生日 T， 有些是因为拿太多，然后就送给他，但有些人就是真的有买，可以选菜什么，可以。1件900买到达标还没有奖金也太，可是每个人卖的数量当然不一样啊。整件都是你的创意，连奖金都没有吗？其实这个，那你们觉得卖多少才可以拿到奖金？给设计者一堆衣服的用意是干嘛？
原来是这样。那你是抽送成员用？我这次，我是不会，我是给我家人。原来是推广用的衣服，推也不算是推广，50件2000元之类的吗？但其实生日T-shirt 的 CP 值也没有到多好，卖30件就可以有奖金了吧？我也不知道。那你还能另外自己加买吗？可以啊，可以。但我不确定那笔钱有没有算在里面，对，还是当睡衣？也是900吗？不是啊，不是。我们就没有，我们就没有那个明信片呢。我到时知道一件的成本多少了。其实是看怎么设计，对，就是，反正就当做是我们喜欢才买，支持的心意。你们的 T 恤利润应该很高，最有加成你们设计的图跟明信片的时间。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没有 CP 值还好，但至少是自己设计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是600？其实我不知道怎么算。然后每过一年降100，用到的你说。那个官网卖去年的是卖600哦，但我不知道，我忘记我们是怎么算，对，用到的颜色数量会或是图片的大小，然后位置，或是这边要不要图呢？后面的图的大小啊，前面的图的大小之类的。都有影响到，对。对不起，袖子也可以有图案哦，但一定会很贵，回本会变少。你之前不是说图案小一点赚的比较多？不是越小越多。是太大会多算钱，那600前2年都算大图，不算，不算，就是 A4 大小、A3 大小、A2 大小什么的。然后如果分开的话，就可能算，对，听说啦，听说。所以就是我是尽量把图案塞到 A4 大小里面，对，对，最近有点过敏。袖子可以有图案的话，左青龙白，右白虎就可以实现。今年这个算大图吗？但是没有啊，这是 A4 大小。但我这个是，我原本缴的是，因为我画图用，我画图的给的答案是20×20，但是后来发现，好像很小。对，就是我缴出去稿的时候，我写 A4 大小，我以为姐姐会把这个20的图，放大到 A4 大小，结果没有，对，所以后来就才说图案那个，后来才那个官方的 T 恤的图案就比较小，对，但后来就是姐姐帮我放大，所以到时候你们拿到就是 A4 大小，原来都有加大小极限操作，对，后来就跟姐姐沟通，然后就可以。如缝 T 是 A4 大小啊，但我不确定，你们买 L 或 XL 的话，搞不好图案会变大一点。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你们可以拿 A4 的图，然后就这样。然后如果超过的话，好像就对不起。是以 M 为准，有可能，这个我其实也不太确定。当然，我如果可以设计的话，
就是如果价格不用算的话，我当然图案就是这边也想要颜色啊，这边也可能想要啊，然后右下角啊，或是这边感觉有图案，或是这边的颜色跟这边的袖子的颜色跟这边颜色不一样之类的，我当然会想要这样。去年的大尺码图就有比较大，图案不是固定大小，听说不是，听说不是，听说。S 号会小一XL 的图案跟 S 号的图案不一样，好像差一两公分左右。我 S 号还在的时候有比过，不一样对不对？对，好像我也不确定。那只做多的钱是你可以拿到那边扣吗？应该是，我也不确定。应该是吧，但这是自己决定的、啊，反正，对啊，那我买 S 是不是没有吧？那买二拆了好划算，就图案变大一点而已啊，其实没什么差，图案就一样啊，拆了跟二拆了就一样的哦，真的哦，这个我就不知道，那搞不好 S 跟 M，S、M、L 号都一样大小，有可能。布料也比较多啊，这个我就不知道怎么算，但是我自己是没有对这个算法不满啦，反正就公司帮我出的周边嘛，只能这样。顾家晚安。叶从胜是飞哥的粉丝团，反正有卖就好。对了对了，通常是拆楼开始要加价。那搞不好卖很多 M 号跟卖很多二拆楼号，我到时候拿到的价格是不一样，有可能。对，但没关系、啊，因为你们拿到的钱都一样，对不对？啊，不是，对不起。生日T不管是什么 size 都是固定的价格，对不对？那些钱应该是营运吸收吧？我觉得没有诶，应该是就是到时候，可能把钱卖的钱可能先分给印的那边，或是对吧？然后再分。我们都变成了脑里只想着钱的讨厌大人，有一点点。我们都是900，已经有差那一点了。可是这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东西呀、啊。还是三晚安。卢卡这样很赚，因为都是男饭吃嘛大，是不是很赚吗？应该是比较少赚吧，我自己觉得，我不知道，因为XL不是，就是XL的成本比较大，所以到时候我拿到的可能会比较少，但应该是一点点吧。没有，我都买 S， 会扣比较多钱，但应该不会扣那么多吧。应该顶多 XL 以上要加钱，那差不多一件多少？应该差不了多少，会超过100吗？其实我这个我真的不知道，30到50哦，那搞不好差蛮多的，但没关系啊，我也不会叫你们多买 L 号什么的，你们想要什么尺寸就买那个尺寸，对。这个不会太在意了，反正生日T就，我看到你们穿自己的就已经很开心了。那我以后要多买，要买 S 吗？不用了，不用这样，还是能穿比较重要。对了对了，以前不是说好大家一起买一次号吗？还有新力卡吉 P 公演的 Chicken 女学生成功，我们也到。
也大。甜甜圈要穿 S 号的，穿不了吧？你们穿得下吗？除了卡丘以外，S 号蛮小的。还是可以穿得下，只是很紧。一手穿一件应该可以，我会露腹肌，我穿刚刚好。阿伯晚安，硬塞还是可以，硬塞。不用硬塞，谢谢 Lucy 的戳戳你。肥穿前露肚肚，这样 Luca 可以接受吗？手现在还好，我也穿 S 哦，真的、哦，叉号可以啊，眼神飘。姑江都说他可以了，我没塞过 S， 不知道。不用硬塞啊，我手还是有点破皮，然后就硬硬的，感觉可以擦东西。我擦个东西。Yes I， 哇哇哇，是是的 ，S 就是肩宽跟衣长比较短。S 没事，露肚肚而已，要穿也不是不行，但是你们不会想看，有比较好就肩不会很痒，只是还是有破皮，就不太好。膝盖的疤痕哦，我每天都涂药，但好像目前没什么变的样子。那只有 Say Sisters， 啊，算了 ，P 組のあの。ファンミーティングでこれを踊ったんですよ。優しいスタンス。我发现我的尺寸发现在 S 跟 M 号中间有点尴尬。啊、哦、，M 先生那么小吗？穿了三的是粉丝的眼，你们还好？对，我的膝盖的伤，好像没有变好，我自己觉得。但就每天都乖乖涂吧。我是 L 跟 XL 的中间，原来 M 先生是很小。M 先生不是应该 M 吗？那只好改成 SM 先生，听起来很怪，拜托不要，感觉好一点了。没有，其实没有，我自己觉得。誰かどんな痩せみたいな裏設定、もともとあったんですけど、あの結局あんまり関係なかった。一応あったんですよ。私はトマトとモロヘイヤでした。あ、間違った。トマトじゃない。ごめんなさい。赤ピーマンとモロヘイヤでした。我怕露肚肌会迷到太多人。我都穿 L 号，下次名字可以改 S M 先生。不要太难听了。那我是二叉 L 先生。卢卡的另一张图呢？哦，对对对对对，我一直忘记给你们看。等我一下。因为原本我们打算拿这个然后跳 Yes I， 但后来变成后来变成只有纸箱。我还嘛给你们看，我觉得我的其实红胶写的红胶画的比较好，所以后来我选红胶。还嘛我已经先画好了，疫情前就画好，然后后面就没写，对。然后后来一家说只有一张就好，所以想说哦，那就选红椒。然后花妈就带回家。花妈我没吃过哎，不知道什么样的味道。纸箱真的是，看到纸箱还以为是吉他英雄。纸箱上台一开始有点惊讶。后面要写什么？我原本是写什么 ，Unipickaboo 什么，恭喜拿到这个版本什么的。これを観客に渡す予定だったの？ですね、もともとは踊りながら持つ予定だったんですけど、結局最終的にはあのファンに渡すあの抽あの間違った。渡すファンに渡すことにしようってなって、でじゃあどうやって渡すかってな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う会場に入る前にこの板じゃないや、このメッセージカードを観客の席の下に入れておいて、で誰の席、そうで後で
実は席の下にメッセージカードがありますみたいな感じで、で誰が当たるかなみたいな感じ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なんかあの観客が入る前にスタッフの方が設置するのを忘れちゃったみたいで、で最終的にあのくじでみんなに渡そうってことになりました。だから私のやつもくじが、もう一つのカードもくじが当たった人が持ってるはずなんですけど、ちょっと誰が当たったのかちょっとよくわからないっていう。そうだから私のあの赤ピーマン行方不明なんですよ。就差不多这样，然后红椒的话，我这边写红椒，然后这边写阿卡皮嘛，然后就用红笔画画，对，对啊，都没看到那张，很可惜，有点可惜，但没关系啊，我相信拿到的人应该很开心，对了，好，就先这样，画得很棒，谢谢，我记得紫萱画超好。他好像是芋头还是好像是紫芋，对，他画得很好，我有点吓到，想说哇，原来紫萱那么会画画，当时有先拍照就好了。可惜没拍起来，如果下次要照好了。紫萱很会画画，对，我真的吓到，他真的很会画。他我也不知道紫萱的有没有公开。Luca 月别纸笔会照吗？不会啊。你的周边用错了，几乎很难会出现。我的周边？哦，了解。没事啦，用错的东西本来就比较少出现。收到纸笔，一月的忘记发文给你看了。一月的，哦，你拿到纸笔吗？签名周边吧。吐司夸张了，没事啊。哎，然后我突然想到，我不是说我生日，我去年其实还蛮想要做全身的亚克力吊饰。结果我发现这次三月的不是全身的吗？我刚刚想说，原来今年可以做，我真的很觉得很可惜。甜圈是一个小圈子，不是这个圈子，大家不会公开。卢卡都被别人留下来高价卖我们，羡慕吐司还有平衡纸笔，你也想做了吗？你要在家做吗？已经来不及了啦。而且连续两个月做一样的东西好像没有很好，对，明年再做吧。现在来不及啊，现在已经做了。好，但先我设计的那个东西也不错啦，对对对，粉丝族群不同没差吧，不会三月又没有你的，对，好啦，没事，反正就是想说啊，那如果早知道，我去年就不会一个一个画这个。对，但是去年底确实直接被说不能做全身的，其实三月的都没很大，之前的一半大小。哦，了解，可能就是不能做这么大，只是做这么小。哦，但感觉也不错啊。画画真的比较花时间。对，这个我就画超久，那时候还没买那个绘画板，对，感觉规则一直滚动，但至少那个规则不是一直越来越严，所以每个月规定不一样。你看你们之前拿的 IG 照片图用来就好了啊，绘图板，对不起，绘图板，我那时候没有绘图板，所以我画的超久。真的很久，我真的哈，有点，但没关系啊，希望你们喜欢。对啊，反正画，对啊，画画的亚克力吊饰也只有四月有吧，是吧？卢卡选的话是会选哪张照片做呢？应该是
陈妍照的那个，平时有空会拿出来画画吗？不会啊，可是最近我有用，是最近公司叫我们写一个东西，我就用那个，对，就是顶多拿出来画公司的工作作业而已。对对对对，就之前的话，要写东西一定要去公司借 iPad， 用公司的 iPad 画画，但是现在就可以不用这样了。嗯，像是这个啊，这个我放哪里了？像是这种，这个其实当初公司叫我们去 iPad 画画，但是那时候也没有绘图板。对，然后我那天也不会特别去台北，对，所以我就直接那时候卡妹还在家里，我就直接借她的 iPad 画这个，对，对，所以这个是 iPad 画的，反正之后有这种工作的话，我就可以拿绘图板画画，这些都用你们 iPad 画哦。对，公司有公司的话用姐姐的，你画完传电子档给公司吗？对，看得出来吧？这个不可能是，这个不可能是用铅笔画，一定是用电子档。原来那么早之前画的，就是4周年延期前画的，看得出来是电的，对啊，看得出来吧？对，但是用 iPad 画跟绘图板画差蛮多的，嗯，还以为是扫描的，不太可能啊。可是那个 reset 公演最后，不是 reset 公演，有时候不是写什么4周年快乐什么的，那个字是扫描的，好像不是电子的。生写的硬笔签名也是 iPad 吗？对对对对对，就是之前那个叫什么年历票选活动那时候啊，或是运动会好像也是，对，反正你们拿到的硬笔几乎都是 iPad 的话，对，不可能是用那个黑笔直接在上面画，然后就是从我原本不相信好言的艺术品。你少画一笔年历硬笔啊，对啊，变成 TI，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想说算了，你们帮我补一下。我以为你们都亲签一张，然后再拿去印，没有没有没有，这样很麻烦呢。王英勇晚安，而且这个是用电子档画的比较漂亮，嗯。不行，我们的字太丑了，没有，就只这样而已，就直接画 C 的相反，没问题的啦。哎咻，对，就买绘图板有好事。但我朋友一直也没有一直，我朋友都推荐我买 iPad， 我妹也是想说为什么不买呀、啊？怎么？我就想说我是不会用到。味道完全不对，不行，我们太丑。好啦，还是需要卢卡帮我补那一笔。iPad 贵死，对啊，而且我也不太会玩游戏，会玩就所以不敢换。嗯，躺在床上看大荧幕很爽，我觉得用电脑就好啊。对啊，买了就会玩了，有可能。像之前演员。我跟渔港基隆大家，除了我之外，大家几乎都拿 iPad， 就是平板。然后我问他们为什么大家都有，他们说因为他们一次拿到很多谱，然后他们的工作也不是只有渔港基隆，所以有一大堆谱，嗯，然后也可以也有台词本嘛，就可以上面写个笔记啊，就是导演改的东西，就是可以改一改，嗯。那时候不是问你要不要平板。就是很多人问我要不要买，感觉买了很好用哦什么的。但我想说，我现在 AKB 的工作
是不会用到平板，所以星星蛮会画平板画哦，他本来就很会画。我是不平常不会画画 ，iPad 再买个笔记 APP 超方便。他们有用笔吗？有啊有啊，他们用笔可以拿来看影片。曾经买过最贵的、哦，嗯，我想一下啊、哦，最贵的。应该是手机吧，嗯，应该是手机，但我手机也自己不太会买很贵的。以后可以当插画家，还是电脑？我电脑没有买过，都是别人送，或是对，这是我妹以前用的。我都用 iPad 做实验记录，还跟学生连线更新彼此的进度记录。我买过最贵的东西是握手券。对，但是你们是买了很多很多很多，哎，这个是不是以前之前 MC 有讲过 Daisy 的？大家之前买过最贵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买过最贵的是电脑，我买过最贵的应该是火箭。我忘记我当时是怎么回，真的，我买笔电都没我手机贵，辛苦你们啦，哎呦，最贵的东西哟、哦。嗯，除了手机以外，我想一下，衣服我也没有很贵的。小吉晚安。嗯，我想一下。我只记得你印象深刻的礼物，机车应该不算是，虽然现在也没有。机车我也没有买过、啊，股票算我不知道哎、欸。你们都会买股票吗？手机也不算是。那我想一下，我好像真的没有。手机是日用品哦。我之前说什么电子字典吗？电子字典好像蛮贵的，好像日币3万多，就很贵。想说怎么那么贵？但就只是查个东西而已。但那个好像也是我妈帮我付的，对。但后来我发现，用电子字典查跟手机查的话，手机查的比较好，所以后来就没有用那个，我觉得有点浪费钱。对，但是之前高中的时候，不太能公开的用电子，就是手机。嗯，而且那个电子字典是中文，对不起。大陆的中文，对，就是简体字，所以有些地方有些单字就是查的出来，就是跟台湾的中文不太一样。我买最贵好像是健身房的教练课，现在手机都有字典 APP 了。对啊，十年前那时候，嗯，现在不用电子字典，现在可以买 APP 啊。十年前，我高中的时候，电子字典是他店主吗？以前一开始没手机，我也只有电子字典，早就被取代了。CP 值低到很下的东西，那我想一下，小时候上纯美语补习班的时候很好用，嗯。居然是简体的，在哪里买？日本买的。你高中已经十年了。我16岁的时候买的，嗯，哇，快11年嘞！我电子字典拿来看影片，对，确实那个也可以插 SD 卡就可以看影片，只是我是没有这样过啦，嗯。我以为你还是高中生，像之前，对啊，之前我没有手机，我都用iTouch， 就是 iPad 的 iPad Touch， 对，之前我都用那个插东西，嗯，但是那个我就没有 WiFi， 所以只有那时候比较好用，对。我小时候都用电子字典玩游戏，对，好像电子字典也可以玩游戏，
时间过很快，我十年前还在妈妈实验彩色荧幕的，对，好像是那个我是买哪一家的啊？我找一下，这边应该有。我觉得超浪费的，买了就没有用。也有用啦，就可是高二高三就比较少用，后来都用手机。早知道直接买手机就好。啊，对 ，Canon 的，我当时买 Canon 的电子字典。好痛、哦！如果回日本，有没有想最想带回来电子用品，可以免税又比台湾便宜？目前没有电子用品哦。像 TP 成员去那边都买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相机，就是可以当场印出来的那种相机，拍立得啦，对，他们都日本买，可是我对拍立得就没兴趣，应该是没有，不会被老师没收的，对。十年前 iPhone 3GS 电子字典，我记得当时很贵，不懂为什么那么贵。日本真的便宜很多，但底片有够贵。对，其实贵的是底片，不是相机。以前借同学的电子字典，谢谢一凡的告白气球。少林寺游戏最后还是走不出人像。电子字典那时候是光疗剂，对，那就是这样。然后我记得这边有那个 touch pen， 可是不知道跑去哪里了，好像不见了。对，反正这边是 SD 卡，然后这边有那个有很像笔的东西，然后就可以踏踏踏踏踏，很像 PSP， 我还留着啊。就都没有用，忘记怎么开机。哦，没电，好像没电。我找一下，电池搞不好坏掉。对，我看一下。就好像30年前的 Game Boy 已经是博物馆展示的历史玩具。如果看简体字也没有，我中文检定考过二级，所以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基本上没有问题，但是有些字还是看不懂。对，反正就是有学过。对。Canon 在哪里呢？ Canon 那个在哪里？好像是这个。反应之前我记得插了会亮某个地方，只是搞不好没办法开机，居然还连，对，因为我已经十几年没有开，搞不好已经不行了。哎呀！啊，是电池
的问题吗？我也不知道哎、欸，还是我按按看 reset。去虾皮买一颗电池。哪边？我看一下，等一下。怎么没电？就是这种的，这种电池，嗯，反正也不会再用了，是没错，只是有点难过，想说能开就开一下，开看看，唉，好像不行。Canon 的充电头，对，酷酷不能用了。哎，好可惜哦。还是这个线坏掉，我也不知道。可以回收了，咕咕。直接拔掉电池，接线呢？什么意思？我觉得是板子坏掉了，免费维修。要充电，不是之前充电会某个地方会亮灯，只是完全没有，所以我不确定是线坏掉。还是这个坏掉，但我个人觉得线应该不是问题。嗯，以前电器一定要电池才能启动，理论上有充电指示灯，对对对，没错。唉，好难过，算了吧，反正不会用到。反正已经不会用到了，我就没插了。但还是有点难过。阿鹏鹏晚安。线材坏掉几率也是有的，电池坏掉是不会有指示灯。这个是一般的 USB 线吗？不是，不是一般的 USB 线，比较特殊的，有点像以前手机 Nokia 手机的那种电子那种线，不是安卓的线，都十年没用了，特殊规格头。打开来会有十几年前卢卡的笔记吗？有可能哦，可以看当时的高中生卢卡都查什么什么单字，其实还蛮想知道的。以前的都是特规，嗯，时代的眼泪，这个可以写日记吗？日记好像不行，可是可以写东西，可以写东西。好像可以画画吗？有点忘记了。好，对，好像可以画画，只是画的不会很漂亮。对，对啊。啊，好难过，很难过。我以前有一台哦，真的吗？也是这种的吗？你里面有放什么资料？我记得什么都没有。音乐我记得也没有特别装。嗯，虽然这边可以插耳机。里面该不会有以前你画的漫画啊？这个是不会，我以前的确用电子字典画画。对，除了这种以外，好像还有就是直接打开的那种，很像小小的电脑。我国中的时候，同学都用这种的。对，对，国中其实大家都有这种电子字典，很多人。我
我的也是直接打开，然后直接打开式的好像比较画画比较漂亮，嗯，就很像 D， 对，长得很像 DS， 对，对啊，国应该是国中的时候才买，我是高中才买的，所以以前有不懂的，有不懂的单字，我都跟同学借电子字典，然后查一查，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对对对，所以我其实现在还蛮想知道。现在的国小国中生如果有不知道的单字，上课的时候也是用电子字典吗？嗯，因为上课不能用手机嘛，还是偷偷用手机？国小国中生欸，大学生我就可以理解，现在可以吗？还是他们都用 iPad？ 他们不能用手机，可是可以用 iPad 之类的翻字典吧，没啦，我想说十年前的都用电子字典了，现在的小孩会这样翻吗？我觉得不太可能哦，他们上课都有学校的 iPad， 搞不好有些有平板电子书包，了解，搞不好变成就是平板的电子字典，可能可以画画，也可以什么的。现在学校都有提供电子器材辅助学习了。了解。我想问一下，现在的国中生，少彤是国中生吗？对，他是国中生。也可以问小雨啊，他明天就国中生了。现在有扫描的笔，一扫就知道什么单字了。你可以问成员呢。要会考，我们是老师规定的，每个人要买一本，还是我也老了？这边有国中生吗？有吗？有国中生吗？啊，甜甜圈的，平均年纪就偏高嘛，应该没什么，应该不会有国中生。不过我上课的时候没有拿出字典过，哎，那如果你英文自习有不懂的单字，你都怎么查？我明天才升国中。国中生加一，没有，你们都不是，你们都是二出头，二或是三出头的，直接问老师哦。可是老师有时候在教课啊。Steven 晚安，而且一次不知道的有很多很多，什么？我明年才升国小，骗人。问隔壁同学，国中毕业六年，人家比陆凯年轻啊。老师都会问有没有人要问问题，二出头离国中也没差多远吧？大家已经在过愚人节吗？我心智年龄只有10岁，反正我的时代都大家都是用电子字典，对，差不多班上的1/3的人有，所以就是借来借去，对，然后偷偷看。以前就是那个同学都查了什么奇怪的单字啊什么的，或是大家一起查奇怪的单字的意思之类的，国中生嘛，哟，就是太多不知道的事情，笑死！我升高中的礼物，的确就是国中校长送的电子字典哦，真的，偷看别人的日记，小时候还要查字典比赛。查字典比赛好像有诶，只是我们都是用书的，对，我们好像是国小的时候都是用一本一本的那种查，然后国中开始大家都买电子字典，对，好像是这样。单字有什么奇怪的？你有看过查什么单字的？阿瑞晚安。Luca 用过日文电子字典吗？虽然这样问好像怪怪的。我们都是用日文电子字典呢，不然呢？还是你们以为我都是用中文是电子字典吗？中文电子字典我们看不懂啊，不会有人偷别人的电子字典吗？不会。因为看得出来是谁的，
都因为大家的电子字典都长不一样。妮妮晚安，我刚刚睡过头了，没事没事，我还在开播。但以前有电子字典，老师还是要找我翻字典。好像有道理，吕干在问什么傻问题？你们没有团购比较便宜吗？没有啊，怎么可能？电子字典真的很贵，不是就跟手机一样贵啊。当时，可是我们没在用中文电子字典，不然你们用哪个国家的电子字典？雷军以前是用石板字典，日文的字典还真的没看过哎。你们怎么在台湾怎么可能买得到日文的电子字典？你是用电子字典查英文还是中文？都会查，都会查。通常电子字典里面有中文、英文、韩文什么都有，但是啊，日文也有啦，但是基本上是日翻中、日翻英、日翻韩，或是英翻日什么的，对。台湾买得到日文的字典，以前光华商场有，应该很少。对，我觉得不多。但是台湾卖的就是可能比较少，可能就只有一点点。反正就是，日本买的就里面有什么一堆什么古文的什么，就是还有一堆不懂，好像也可以看书的样子。对，里面有一些什么比较有名的作家做的书啊什么的，对对对。那时候日本出了日文的功能都比较多，羡慕。当然呢，台湾出的电子字典一定能查的东西可能比较多，什么文言文啊、汉文呢、啊、之类的。没看过日文字典，应该就没中文字典厚的那么夸张。你说中文字典跟日文字典吗？我不确定，因为我自己也没看过中文字典。纸本的中文字典是多厚？日文字典很厚啊，其实。有电子是我以前会放小说在里面看。对对对对对对，以前觉得日文的比较好玩。不是还有人电子字典写程式吗？以前在学校拿出日文的东西就是很酷。哦，是吗？我突然想到，你说不是电子字典，就是一般的那种字典呢、啊？我大学上日文课还有教怎么查日文字典，其实差不多吼，对吧？我记得应该，但是像日本的，现在日本出的字典最有名的公司是。我想一下、喔，什么堂？三江堂吗？我查一下哦、喔。等一下哦、喔，碰江闭嘴。对，三圣堂应该是我忘记了。等一下、喔，走开啦！哎呦，啊，对不起，应该是那个关智远，对不起，走开啦，崩酱。等一下哦，这个，直接坐在我前面，应该是对日本最有名的字典就是这个。然后有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第四版、第五版、第六版、第七版是最新，我记得是最新。然后
那个越来一年比一年厚，就是因为单字越来越多嘛。现在好像就真的很厚，对，超厚。但我不确定中文字典，我是真的没看过。台湾最有名的字典是哪一个？英雄，字海，字海吗？我看一下哦。中文的大概就是啊，辞海，好，辞海。看一下辞海的话，哦，辞海也应该是一年比一年厚的，对不对？辞海也蛮厚的，我看一下，哦，好厚，都很厚。我剪可以吗呢？好可爱啊！辞海是中华书局1915年开始做，哇，好有历史哦。出版是1936年，了解，还是很有历史。我看看，那刚刚的扩建是扩建的历史。黑色的封面，那个碰到会痛。文章，日本的那个是出版是1955，但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字典里面最旧，应该不是最旧的，对，但是最有名的是这个。1936年，你就在干嘛？不好说。文章呢？文章，但是那我想问你们小时候国小的时候，真的是用那个字典在查东西吗？还是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个没人在用了，没有那个很久以前前啊，那是很久以前编，现在没有新增词库，都不知道哦。了解，对啊，以前学校会帮大家买一本哦。小学没用这么厚的吧？不是吧？会用比较简单的，但有小本的。我这个时代是。还是有小本很轻，就可能只有小朋友用到的词的那种字典。对啊，我以前也是用这种字典。刚刚的关词还是大人也可以用的。台湾没有什么前卫的字典，了解。不会用词海吧？了解。小学都要怎么查字典呢？啊，小学都要教怎么查字典。了解，啊，官院，官词官，等一下，官词院噶，对不起，官词院。小学用的字典比较没怪怪的词，哦，也对，现在只会用电脑查了，以后都叫 AI 查。不是官，管词院，好，学到了，管词院。蹦奖，我学到单词了，蹦奖。好吧，他走开了。好，管词院，好，不会，管场的管，词海的词，院是什么院？我不知道。好，反正这个念院，这个院我比较少看到。跟日文发音不是蛮像的吗？扩建，差蛮多吧？扩建。广慈院扩建，院很少用，大院子的院突然好喝，现代中文几乎用不到，对，日文也很少用到这个字。院也是姓氏哦。但我好像没看过这个姓的人，好吧，院里的院，在苗栗，哦，地名哦，我也没看过，好，没事。以前周星驰电影很常出现，好，没事。说到刚刚，对。
话题会转变，就是呢，我今天有看 YouTube， 然后我有一个很喜欢的 YouTuber 叫 Quiznog， 对，他们都是日本，几乎都是日本最聪明的大学，东京大学毕业的学生，对，就是他们自己有自己的 YouTube channel， 然后好，反正就是他们最主要是做，最主要是在他们都会玩，quiz 的中文，我猜一下哦 ，quiz 不算是猜谜吗？就是蒙代，噔噔，对对对对对啊，问答，对对对，他们基本上都在玩问答题，只是不是很简单的那种问答，都是可能都是比较难的，有一种谁会知道啊的那种问答题，对，反正看了就可以学习到东西。然后今天呢，前几天现在的最新的他们的主题是玩这个，我猜一下哦。他们今天玩穿节速入法，哎，仓颉吗？仓鼠的仓，然后第二个字是左边是吉，小吉的吉，然后右边是对耶，对对对对，仓颉速入法，对，他们在玩仓颉速入法 quiz 问答题。反正就是我也不会念啊，仓颉吗？对不起，仓颉，对对对对对，好，仓颉，你们不会用对不对？日本人也不会用。然后这边会介绍仓颉输入法，就是香港的朋友们在用的，对，用的输入法，没错。那个都是老人在用哦，是这样吗？然后我想说，这个也太难了吧？要懂的字的步数，对不对？就是想说小迪、小琴他们输入打字都是用这个吗？哦，可是打字可以超快，我以前有学哦，这个叫无虾米嘛。以前台湾人会用很难，但是打字很快很准，不容易有错字。东京春日部产业大学怎么了？也不一定是步数，就是像怎么样的字。我每次看他们打仓颉都觉得很像在截影。无虾米是另一种，他们应该都用拼音吧？他们可能用汉语拼音。那你们可不可以帮我问小迪都怎么输入？无虾米很快，另一个输入法，仓颉要背。好，那我跟你们一起玩好不好？我们一起猜这是什么打字。小迪打字很快吗？我不知道啊，我很想知道香港人都怎么打字。另外还有速成仓颉的简易本。哎呦！但是他们考的那个手语吗？单字可能都是日本的，像是可能是日文的单字。对，小迪这周没播问不到哦，好吧，问香港粉丝就好啊。等等，雷军是 DC 问一下就好啊。香港粉丝，这里有香港粉丝吗？你好，你好，好像没有哦。我知道他们不会注音啊，但我不确定他们会不会拼音。小迪用拼音，小琴用注音，大概是这样吗？我也不知道，还是他们打香港文的时候用这个，我也不知道。你可以直接问他，可是这几天我不会遇到他们。小琴好像会一点注音，对，但我不知道啊。但我觉得他们应该都用拼音。
拼音哦。好啦，问一下好了，之后问一下，你们也可以帮我问。好，反正我们今天一起玩这个好不好？陆凯要考我们吗？我也一起玩，我也一起猜。合体汉字形式。仓颉。然后这里的人说仓颉，他们说我知道仓颉他是有四个眼睛的人。对，然后还有这个，有这个图案，等一下。反正他们都知道一堆一般人不会知道的一些知识啊，对，我们像一般日本人就是不会特别学到它，对，但是他们是 quiz player， 就是问答题的，算是专业人，所以就是这种都是会记起来，反正就是他好像是学做汉字的人，是不是？好了，先这样。我看一下，等一下。等我一下下哦。我问你们，提醒是通知吗？LINE的提醒是算是通知吗？是哦，好，好好，那就好，那就好，因为我怕等一下，我这样给你们看 LINE， 就是自己的手机，然后怕会突然跑出来公司的秘密。所以我一定要关通知，这样就很尴尬了。等一下，对啊，这样。等我一下下，等我一下下，等我一下下，好，应该是可以了。跳出来光是个三一机密，没错，我不想被骂。好，反正他们会。第一题，灯。第一个字是，你们不要真的去打哦，你们自己查好不好？不要打，然后，噔噔。打了这个会出现什么字呢？土跟普还有人，然后听说第一个要顺序也很打的顺序也听说很重要，这是第一个。放弃完了，我也想一下，好奇怪。走吗？是吗？有可能哦，有可能是走。这样，这样，哦，这等一下哦，这样吗？有可能呢，好像是。那我看一下。この順番に押すの。はい。左から順番に一のボタン、北のボタン、一のボタンを押すと漢字が一個出るわけですね。他说只会出现。这一个单字，然后他问日文也有这个单字吗？日文也有。可是我答不出来，看来我不熟，我也不会啊。他说顺序也有关系。哦，有一个人可以了。谁该？对，真的是走。
再开。但搞不好这个是最简单的。跟人变成这样。好，下一题好了。好，你们不要真的打，然后就看哦。你们自己想好不好？噔噔，水木忍水。好，我们一起想。水应该是这样。我是不是天才啊？我好像知道了。是不是这样？欸，有人跟我一样。欸，我也觉得应该是这个。我看一下。对，日文也有这个字。台湾有这个字吗？应该有啊，对不起。对，我想说水应该是三点水。哇，他也很快。日本的这个是漆，就是漆的中文，可以涂在盘子上面的那种油，算是油吗？漆，油漆，对，油漆的漆，对。日本是这一个字就可以有油漆的意思，对。他们是强答看谁快吗？对，没错。就是日本的 quiz 问答题都是这样，就是叮噔，好，谁回答，噔噔噔。啊，碰奖来了，三点水麻地，走开。可是人变成这样，走开了。虽然想这个，他在坐在白板上了。ポンちゃん何してるの？そこがいいの？这样我没办法写字耶，ポンちゃん。嗯，你还写奶油？你看，啊，ポンちゃん，啊，ポンちゃん。哈哈哈哈哈！来了，走开了。有几题啊？我基本上他们都回完五到六题，嗯，他们有三个人，所以应该不是单，应该是奇数。走开啦！哦，下一个好难哦，我帮你写。第一个字是这样，第二个字是，一土田土，第三个字是火女人大，对，然后这个字做出来的单字搞不好只有日文有，中文搞不好没有，对，我也觉得好难哦，一起想好不好？火女人大。快没水了，我讲，再给你们看，我这样想，我放这边，我这样想哦。如果不是有看过影片了，我没有看全部，因为这是一天前的，因为我很想跟你们玩这个。第一个字是油吗？可是大的这边呢，大的左边呢，有理数，欸，理有可能哦，理，搞不好是这样。可是，等一下，大的这边呢，他跑去哪里？然后。树，火，女，人，哈，
搞不好是这样，感觉好像真的是，它是象形，没有完全有。游离数是数学那个吗？对，日文应该是日文是分游离数跟无理数。你们好扯哦！哇，我看一下他们，对，应该是游离数。我再看一下，他们怎么猜得到？三文字的手语。你们也太强了吧！这不是汉字，我说这不是汉字。然后就是主持人说要想一下你要当一下参姐，你们眼睛少了。对啊，大月。对，他们也是先想到理。跳过跳过。真的是有理数。厉害厉害，我是根本不，他说火跑去哪里，然后不是大是那，平假名的那。怎么会这样？他们一直在抱怨。他说这就是公式给的解答。火变成米哦，哇！想说会这个的人也太厉害了吧，我是一定没办法学。对啊，哪里有火？对不对？我有戴眼镜，算是试眼吧。对啊，为什么火怎么会变成米？然后。女的话我可以理解，人变成这里，然后大是这里，我不懂，就是最接近的形状，对，了解。他们就说，不可能会用到不一定会用到这个字，可能就只有用到这个字的一部分，这样，好吧，算了，疯掉，欸，会这个的人真的很厉害。我是真的没有。参杰是个随便的人。对，只有理是，只有理我可以理解。好了，算了。然后如果是米的话，好像可以用火加米，不是火加木也是可以了解。但是不是这个字就是一次只能打五个字，是这样吗？速记都用参解，是哦，嗯，原来。好啦，下一个好了。对啦，仔细想，如果我想打油的话，油要打注音的话 ，e o 油，对不对？我想打这个字，只是。用餐具的话就打这两个就可以，对吧？是这样吼，哇，对啊，确实啊，确实就比较快了，对了对了对了，好了，下一个。やばい。まあこれが公式からの回答ということで、お問い合わせ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ずるやん、ちょっと。下一个，第四题。哦，变多了。复习一下，第一个字，第一个字，第二个字，木田陀螺币，什么是陀螺币呀？我想一下，木田果吗？嗯，好难哦，果冻。我不知道哎，你们想一下，我用别的，我用这个想好了。东京为什么是东京？为什么是东京啊？
金。不是果吗？等一下啊。冬。田跟木是不是变成这样？这边分开，然后就变成这样。哇，然后金，我先写一下金。好，这个我可以理解，反正就这个就是转九十度嘛，拖，然后咯。为什么是为什么不是小？为什么是火？不懂。那我先看一下是不是，不会是果顺序不对哦，也对吼，对吼，应该是，哦，好，我看他们怎么猜。参姐没有想。可恶，我输给你们。哦，他们一开始猜。最一开始猜他们以为这是这个点，可是中文是不是没有这个字？其实这也蛮像，就火比较像这个。了解。他们三个都猜这个，结果他们说主持人说不是这个点。奇迹的解释一致，他们以为陀螺 B， 然后就变成这个。哦，但听说打这个也会出现这个字，对，反正参节输入法就是不一定会出现一个字，的样子。但是如果这个字跟这个字打的话，可能会出现别的单字。对，你先看看。哦，对，真的是东京，你们好厉害！你们真厉害，你们赢过东京大学的人呢，好厉害哦！好，下一题。弹好像也有弹。毕竟是中文，要用日本人思维去猜题。九十度。哦，火变成小，这么厉害。对啊，你们是不是偷作弊啊？对啊，这么厉害。好，下一题。下一题是这个。这样好，我一起猜。第一个字我应该知道，第二个字，我猜天使，哎、欸，不是，天从哪边出来？等一下哦，这什么字啊？你知道吗？主食怎么变成食啊？是吗？我写一下哦。我以为是宴，很像宴。好啦，第一个字应该是这个吧？我也觉得是这个。我原本是猜是这个，但是没有这个，日文没有这个字。好，我看一下，人一日女足的出来吗？知らない感じができた。他们也先猜这个。
你是天使吧？不知道这是什么单字。哦，有人猜得出来，好像是。死的话不会用口吧？会用力，对，有可能。哎、欸，真的是主食哎、欸，怎么那么厉害？怎么变成屎？是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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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变成女啊？不懂，女超人想。哦，对，日本应该是这样。对啊，一怎么变成点？日一日女，人一日女。啊，谁说的？他们说旧字体的屎，主食的屎，都是变成这样，所以这个可能是一这样。啊，这样我就可以理解。但女的话，我还是觉得很怪。里面是一横，一跟一个点差不多。对，日文是一个已经变成一个点或是一个对，就是叫个字可能就是嗯。好，女我还是不懂，没事。確かに、うどん。三姐果然看什么都是女。哦，第六题感觉很难，我写一下。其实我一直搞不懂，最后一题应该是最后一题吧，我不知道。哎，你们也不要看这个影片哦，三姐好复杂，噔噔。感觉很难，我也猜一下。到底好难啊！我们的台大博士去哪里了？好难，欸，真的很难，但我们可以猜一下。我也有点放弃。火，这应该是这样，月，口，中，又是月。什么单字啊？是说如果这两个字注音打比较快，那参节用意在哪？我不是博士，但我可以代替我学长回答。这是两个字，应该是两个字，对。应该是尝试吧，尝试。你是说这个单字应该是尝试，还是你觉得这种东西是尝试？参节打出来不容易，四字，四单字，为什么变尝试？我看一下哦，尝。火我可以理解，可是火跟口跟中我可以理解，月呢？这个月到底是尝试不是尝试？为什么是月在哪里？对啊，月在哪里？等一下哦，是口我可以理解，这两个一呢？然后，这个是这个，这个是这个，这个是这个吗？可是日为什么是最后？我也不懂。好，我们放弃了。Toro 就是盐呐、啊，真假的？Toro 为什么变成盐？有这个就挂了。好长，好长，好长！他们也抱怨了。然后两个汉字，哎，足りねえ、火が足りねえ、用事これかと思ったのに、用事め
因为只能五个，所以没办法，只能更形象。那怎么知道这是这个是四？那我懂，你可能本来就知道这个输入法，然后这个可能知道盐，那这个怎么变成四？光田由佳秦永禅是写给看。龟是宫南山忍土土啊，真是忍土土吗？这我真的无法。他说口是口，只有口是不会变，其他的都其他都变人。宫南山，这些图是一封信，我可以翻桌了。还好他没有出柜，那个我真的是用背。哇，厉害！这个人家出来了，怎么那么厉害？月是哪里呀？月只有这里跟这里。然后中只有这里，笑死，超难的。然后演的话，一般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但只能用一个，所以这个就选省略的样子。也太难了吧！好佩服香港人，对呀、啊，他们真的用这个吗？怎么那么厉害啊？好，最后，太难了。好，来，我也想一下。第一个字我大概可以理解，对，应该是这个。第二个字是什么？中犬，为什么是犬啊？犬的话不是这样吗？大一，这也太简单了，为什么是犬？我在看，对啊，为什么刚刚的时也不是用一吗？怎样？好厉害！怎么这么厉害啊？这里面这个人也是十秒就可以打出来，他也没学过这个，怎么那么厉害？然后答案真的是中犬，不懂，这个就只有这里耶，只有这里，不懂，中犬这题答案不是我们，犬的话用大家点就好了，对呀、啊。那一点不是最后吗？对呀、啊，就那个点点，如果疯掉，对，然后这个我可以理解啊，就直接中跟心嘛，对吗？到底，我真的快疯掉了，太厉害了，玩到翻脸。对啊，但是对啊，的确中要打这个，白白粉粉的话要打知乌翁。然后一声犬的话，七鱼安，然后两二声吗？对，这样的话确实这样打比较快。只是刚刚的尝试的话，一定是注音比较快。仓颉很会脑力，对呀、啊，真的。他们怎么记这个啊？真的好可怕。后来我发现这个男生是先想到这个，然后他想一下有这个字的手语单字有什么，两个字的，然后他在想，他就想到这个，不然一般人只看这个就不会想到
不会想到全，是我们太死脑筋。对啊，有一就好啊，一定要中吗？不懂。好吧，我真的只有，我真的只会第一题，还是第二题？油漆的漆，油漆的漆，我真的只会那个。我从动静开始就觉得这个太难了，好难。不过你也有天分，可以学一下。我才不要，太难了，我连注音都不会。哎，不是，注音我会，只是有时候 N 跟 O 就搞错。对，而且仓颉的，如果要用仓颉的话，汉字一定要学好。我真的不明白曾经他在想什么，用不到就不要学了。但的确还蛮好，还蛮好玩的。我看一下他们之前有中，他们之前有才有玩中文，对，中文的猜疑问答题。我看一下，我记得有，只是。中国歌，搞不好你们对你们来说很简单，差点就是丰子恺的输入法。呢，等我一下哦。啊嘞，找不到。好，等等再找。水更新是，知道写法不会念，我都用手写输入。那我猜一下，宫田留家真的可以怎么打？我加一下那个字，那个叫什么、啊、？Keyboard。仓颉。仓颉是怎么打？香港吗？中文？广东语？是广东语吗？应该不是吧。欸，小易来了，大家帮我问一下小易。是哪一个？客家语？应该不是客家语吗？好像不是哦。我都用速成。速成是什么？撸要怎么猜？留吧。十口足口甜，足足甜人土土。哎呀，我原本想要自己猜，但是公我应该没办法猜到十，我会猜到一跟一月，然后旅的话就是口，为什么是足啊？到底还是？是不是想打工？其实有很多输入法，是吗？明年的生日厅可以写各国的宫廷邮件。速成就是简易版的仓颉，哦，简易版的仓颉，速成就是简仓，哦，所以又不一样吗？我想试试看。是哪一个、啊、我是找不到。我现在找那个输入法，只是是哪一个？中文吗？算是中文繁体拼音 quick 啊，好像是这个哦。仓颉的 version， 仓颉也有分 version， 分很有分的样子，有三跟五，但我不确定是哪要用哪一个比较好。哦，有了，对不起，我看到了，有仓颉，还有 quick 可能就是你小易用的那个。那我先用看 quick。 嘿，好，我试试看。速成，然后要打工嘛，工，我先猜我的，就是
我猜宫应该是偷跟刚刚的月嘛，月的这里，然后口这个人吗？我不知道，先这样打打看会出现什么东西。不是偷月喽，人。好吧，不会出现，什么都不会出现，可恶，这是错的，第一个就错了，第一个就错了。啊，刚刚圣元打的我也不知道，我再查一次，我再想一下，第一个嘛，第一个，我只记得吕是人族人，但为什么是族呢？到底？是主的这里吗？这个吗？早这也是一个困难的地方。佳姐用英文拼音，那搞不好小迪是用速成。你的键盘有参解？我说实体键盘，实体键盘吗？有哎、欸，现在才发现，岩牛木氏王门田米族金。这是仓颉吗？好像不是哦。甜水洛甘图山，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东，是吗？然后史山一宫，什么火？然后这个字我不会念，给你们看。哎呦，哎呀！等一下哦，好的，没办法，到底为什么会卡？等一下，这样，我现在我以前用的。有什么金木金儿心口人中女，可是我刚刚看了参解好像没有这个言什么的，到底是什么？而且没有这个字，这个这是什么东东啊？通常速成参解是左下角，了解，所以是这个手天水然后咯。日，然后很像诗日的东西，还有木火，有重男金女月，哇！要看左下角，那右下角这是什么？右下角这是什么呢？我不知道。算了，那个是草布，这是无虾米吗？我也不知道哎，是吗？是这样吗？好啦，宫田的宫是怎么打？我刚右下角我也不知道。好，那可能就是不同国家的宫田的宫。宫田的宫，可是口主口不会出现吕。那想打吕先生的吕的话要怎么打？石口足口，那个是大乙输入法。什么是大乙输入法？叫我吗？另外一种。好，另外一个输入法。好。好，算了。口足口啊，不会出现哎、欸。我打口足口会出现口舌什么的，不同单字也是很古老的，你可以查查看。好，不输仓颉，速的话口，我打口会出现很多汉字是正常吗？阿路平哈七韩吕是第七个、欸、
好吧，可能是正常，因为汉字太多种了。对，我现在是用速成，那个太官烦。哦，所以我应该要打仓颉才对。了解。回一下，仓颉。哎，对对，真的，仓颉的话，口足口就会出现驴。哦，好酷哦！速成的话，公式十口，十口。哦，真的哎。所以差在哪里呀、啊？啊、哦，是不是速成的话会打少一点的字，可是出现的汉字比较多，是这样吗？然后仓颉的话可能要打比较多字，只是出现的汉字比较准确，是这样的概念吗？今日は本日お楽しみ。さっきめちゃめちゃうるさかったですよ。对，差在两个字或一个字，仓颉最多五个，那速成最多两个，最多几个字？刚刚说速成只打头尾就好了。哦，了解。头尾哦，那速成选字会比较慢吗？还是打第二个字就已经会大概出现那些单字是吗？速成有时候会打错字，了解。要选字，但我相信应该都会，通常都会打三个字、四个字才会那个吧。才会选字吧。我同学都用仓颉，好厉害哦！真的、哦，我觉得用速成不如用注音。仓颉有输入顺序，就算选字也不多。速成我觉得不好用，输入顺序。木火可可，我打一下哦。木火可可，可在哪里？没有可哎、欸，你看，一火一口女，等一下哦，我的输入盘没有可哎、欸，一火不一口女女，哎，我也出现。没有可啦，等一下什么意思？你今天镜头是反的吗？因为对，因为我刚刚写字啊，所以速成只会打两个字吗？是吗？顶多两个，是不是？因为第一个字跟最后一个字，了解。谢谢送一颗心，没问，我大概知道了。所以就是可能汉字的。像卢卡的卢的话，可能就打这个跟这个吗？是吗？日跟日啊，口跟日，可跟可分上下写。今天也超像卢卡的，怎么样？香港是习惯用仓颉跟速成，手机会也会有人用笔画。了解，我们刚刚在猜小迪跟小琴都怎么打字，然后有人说，小迪应该是拼音，小琴可能是注音吧，大概挂号大概，但我听这样，我觉得用速成的几率感觉比较大，是可以的，虽然那个卢卡打打看，主手勾，谢谢送搓搓你，这是仓颉输入法吗？因为有三个字，我换一下，主手。谢谢送我啾啾你，谢谢强哥。主手，这个念勾吗？我不知道，应该不是。主手这个点，我月月，我怎么觉得他在骗我？月月薪水，然后女勾火。好哦，好哦，OK 。
小琴是用拼音哦，真的、哦。完了，录个餐节好慢啊！正在练歌，了解。没骗你呀、啊，我爱你。白痴，我真的刚刚真的以为他帮我打我的名字。今天睡觉会梦到餐节在你身边跳舞，有四个眼睛的男人。喂，笑死！这个又不是餐节在想的，我相信这个只是在用他的名字而已。谁会打的就那几个字，不是很明显吗？我就不知道呗，我就不知道，早就猜透了。晴雨，你是个好人。我写信可以用餐姐吗？这样会不会更麻烦？何晴，你是个好人。好，那等一下，速成的宫田的宫，等一下，我想一下，十根口吗？哦，真的，宫，然后田应该是田。刘家是祖耕田吗？哎，真的，刘，然后家是人土土，所以人耕土，可以了，哇！只是一般人不会想到这个是祖，对呀、啊，很难呢。看到人土土就把信丢了，所以可能要打这个，可能要先学一下。这个字大概是怎么打？是不是很简单？其实还好，因为汉字还有很多字。但这个是怎么什么时候用到啊？这个什么时候用到？感觉很难，很难用，而且是难。你想、哦，不知道这个也什么时候可以用，什么时候会用到？念，走开啦，凤姐。难是什么时候用到？金我可以理解，金可能就是部首的金嘛。龟就用到难了，龟，这个就是二十，草部的草那个吗？上面吗？宫南山，哦，就是太复杂的东西就可以用南是吗？那速成的话，打宫山就会出现是不是？宫山，山在哪里啊？山，哎呦哎、欸，欸、真的哎、欸，好厉害。吉是。这个偷根难啊，普根难，到底是为什么？好难哦！我觉得用月就好啊，为什么是难呢？到底？欸、真的，所以这个难是真的很难的那个难吗？就觉得哦，这个字好复杂，那就用难，这个难的就用难，要先参结才有办法打速成。了解，难怪沙鲁打字那么快，所以我学到一半就放弃了，偷懒呢。啊，但是如果要打的话，因为是没办法归类，没办法归类的就变成难，真的很难，笑死。反正就是创作者的想法，要用就只能习惯了。了解，相爱容易相处难。就直接拿，所以如果我很想打难这个字，不能只按这个难吗？还是一定要按两速成，一定要按两个是吗？哎，没有啊，田宫田的田就按一个就出来了，对吧？这也太难了吧。欸，而且我以为困在里面的困啊，困难的困，我以为是口跟木，结果不是，结果是口跟难，为什么？
为什么是口跟男到底？哎，不对哦，是男跟口。哎，不对，嗯，为什么？等一下哦，刚刚出现，不是口男，为什么？是我刚刚按错吗？啊，对不起，是田木。为什么是田跟木，不是口跟木？你的餐具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哦，我打速成。对不起。为什么是甜到底？卢卡早安，才算睡着了，已经两个小时嘞。卢卡，你会不会用到注音输入法？结果用速成的方式，绝对不会，绝对不会。我一定会用注音。但是如果之后不知道注音，就是可能搞错、搞混二声或是三声，为什么都不会出现？搞不好会用这个。阿基晚安。口里面有东西就有甜。哦，好酷哦！所以这个要学一下。反正口里面有东西，就是用这个什么动物园的园啊什么，就是用这个部首都是用甜，是这样吗？好厉害！手机没打声符也能打字，三姐真的太难了。嗯。所以我大概知道了。那我如果我想打困难，不能按口，不能按口木难。不是这样，是困难，我想打出这样，这是错的，要这样，然后这样，那难呢？先下线，拜拜。这个跟图，哇哦！啊，那如果是餐姐的话呢？这是速成对不对？速成。好难哦。打速成的话，这个跟图就出现了，这么厉害！人人土，盛宇，你是用那个？你是用什么 APP 吗？为什么那么快？欸，真的是人人欸，这么难，口跟那个是真的不同。卢卡为什么突然学？没有，今天昨天我喜欢的 YouTuber 他们在猜这个，对，我会仓颉啊，为什么你会？唯有哦，了解，对啊，那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是学，没事，如果真的要学的话，应该是先学仓颉，再学速成吗？还是直接学速成就好？杨过语言天才该学了吧？啊，我还蛮想知道杨过是怎么打字，怎么打中文字，应该不会用注，应该不是用注音吧？拼音还是一个一个写？我都只会一半不到，直接学速成比较好吗？好，谢谢大家。杨过应该是拼音吧？速成我脑袋会宕机，先学仓颉再速成比较顺吧。请问是哪个影片呢？日本人的 Quiznok Q U I Z K N K N O C K Q U I Z K N O C K 没错，Quiznok， 我用声音的哦， oh， 好像也可以哦。我要睡觉，噔。对啊，其实用声音是最快的。日本人学会仓颉的影片哦，日本人猜，没有，日本人猜仓颉输入法，然后用这样输入会出现的汉字跟单字是什么？对，他们是猜，主要是猜这个，然后猜的人完全不会仓颉的人，对，然后我刚刚也一起玩，用声音很像老人欸，我爸妈常常用，那以后我就传语音讯息给卢卡就好。最好是
那他整天打错你的名字，露啦，我喜欢你，咪。可是这几种输入法你要会写才行。对，那他可能都念错我的名字，还是印尼那边的发音的卢卡，可能就是我也不知道。那你，啊，对啊，对啊，要打这个的话，一定要先知道那个汉字是什么。我觉得没办法，我一定没办法，原来是发音问题。如果写错字就会拼错，对，真的叫卢拉，我爱卢拉。话说我整天都在，整天都没在选字的卢卡看得懂吗？看到懂，跟日文没卷舌一样。对，日本人也是用罗马拼音打字，所以有些人我们是知道这个是这时候用什么汉字，可是能不能写出来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能用仓颉人就是知道那个汉字是长怎么样才可以输入那个字，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汉字能力一定比我们强。谢谢你的文手礼。以前我是用手写，上大学之后突然学会了速成，了解。但我其实我比较想学那个 flick， flick 是日文的另外一个输入法，就是这边是啊，然后往上滑可以变成一的样子，然后这边是乌吗？诶，哦，是这样吗？因为我不会 flick， 可是日本的年轻人很多人会这个，我其实蛮想学这个。哎，还是一是这边，我猜一下。12 key 啊，应该是这个。12 key 啊，对不起，错了，因为我真的不会念。一，这个比打罗马拼音更快，对，像是以撸开的话，一，以撸，卡，对，就三打三个字就可以了。只是罗马拼音的话，打一撸卡一二三四五个字，对。我第一次看到这输入法是怎么，一是怎么打？你说数字吗？啊，数字在别的地方，就是这边有，这边会有拼假名、罗马拼音、数字，这边选。我说日文拉长音的，电车上日本看到九宫格超快，他说长音吧，啊，长音的话我看一下哦，长音在别的地方。嗯，对，别的地方跟图案啊什么的那边。那你平常用罗马拼音？对，我只会罗马拼音。对，以前的方法就真的只有九宫，本来是九宫格嘛，然后阿卡萨塔纳哈玛亚拉，也不是九宫格，这边还有一个哇，然后可以选的东西，然后这个可能就是点啊什么问号什么的。以前是要打 O 的话要只能按五个哒哒哒哒哒，然后就变成 O。 对，可是现在是那个嘛 smart， 现在是可以滑那种手机，所以可以不用一直按，可以就飘飘飘飘啊一五哎 O， 对，就变成超快。对，我其实蛮想练这个，只是我懒得用。对，我要先学一下阿喊的就是按，然后一喊是左边，然后乌是上面。日本人用这个输入法超快，学起来一定会超快，只是要习惯。对，我一定要学好。对，这是年轻人，可能年轻人比较会的东西。我不算是年轻人，所以我都比较习惯打电脑的输入方法。我练不起来，因为我日文都拼错。
台湾人不用练啦。小时候手机按键我也按超快的，可以在抽屉里面传讯息不看画面。对，如果台湾人练，我比较推荐罗马拼音法，因为有些字我不知道怎么打，所以不知道哪一个平假名，但知道怎么念，大概知道。像 arigato 的话 ，a 可能就是 a， 然后 li 可能就是 ri 这样。以前 CD 可以不看键盘，以前你会玩电脑也是可以不用看键盘，用注音输入法。我为了打可爱的表情符号才练习这个输入法。其实不管哪一个都可以用可爱的表情符号。谢谢森宇的臭臭泥。好，两个小时了。我要念板喽，大家，谢谢大家今天跟我一起学仓颉跟速成，谢谢大家。等一下哦，是哪一个？哦，谢谢生活啾啾，你谢谢那个。我的抽身里面是都很短，对，不知道为什么。好，最后我猜一下速成的谢谢怎么打？刚刚的言是那个吗？那个叫什么？偷，很像偷的东西，就是谱，应该是。然后谢盐，然后有啊，你干哪？有存吗？我猜一下，一寸两寸的寸，好像没有哎，那是哪一个？我想一下，该不会是这个点？点，真是用这个。我想说谢谢的最后一个这个点，搞不好是这个，好开心哦！哎，我会速成了，耶！今天两个小时学到的谢谢怎么打，开心，学会了，学会了。然后仓颉的话，吐口足了解。还好，还是学速成就好，就只是到最后前面跟最后就可以打字了。以后速成只能谢谢。我想想，谢谢你的你呢？我相信第一个一定是人嘛，你啊，火吗？因为刚刚是那个小是火，我猜一下，人火，哎，可以了，哇，我学会了。那看的速成是什么呢？看的速成哦，看的速成哦，我想一下哦，因为没有木嘛，没有木就是日吗？我不知道哎，看，我想一下，好了，我猜一跟日，我不知道，好，看来不是，我找不到，这是什么？人吗？也是人吗？不是，不对，还是手啊，很像手哎、欸！等一下，有可能是手，手跟日，不对，手跟口，不对。看我等一下、喔，等一下、喔，刚刚的油是大嘛？然后，可是行，我觉得是手哎、欸，手跟月。我试试看，不对，不是，可恶，到底竹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竹是不是这样子。好，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好，我要答案。竹跟山。所以是我打 Takeyama 就可以变成看，是不是？看你的 Takeyama， 为什么是山呢、啊？我觉得首日比较像看。主就是这里哦，这里是主。好，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刚刚看就可以知道山。
到底是到底哪里是山？这样吗？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泰山不是山，塔基亚马站三级出来喷水。但这个看最后是玉，所以是山。了解，所以是参节的话，主手月山。哦，了解，不是日山。了解，好，学会了。所以要打木的话，一定是月跟山的这个地方。好，谢谢大家。我要念，我真的要念完了。今天的第十名是谁呢？第十名是小野木嘎。谢谢小野木，谢谢安诺伊桑。第九名是博成，谢谢博成。第八名是吐司，谢谢吐司。第七名是沙豆西，谢谢沙豆西。第六名是一凡，谢谢一凡。第五名是米酒，谢谢米酒。第四名是社员，谢谢社员。第三名是 Lucy 有点派，谢谢陆克。第二名是 Leg， 谢谢 Leg。然后第一名是强哥，谢谢强哥。念把的名字用餐前念，不要太难了。不行，太难了。我记得有一个网站有跟你说为什么是选那个部首，你要吗？不要了，不要了。好啦好啦，也可以传给我，但我不一定会看。因为我真的学会了就没有那个乐趣没。对吧？好啦，辛苦了。也不是想放弃啦，对啊。每次都有学到，好像真的不错。好啦，谢谢，已经11点了，大家早点休息哦。晚安，明天不会开，下一次应该是礼拜日吗？没意外的话，10月1号不一定会开啦，能开就开好不好？好啦，拜拜，晚安，谢谢大家，晚安，辛苦了，拜拜。